前看一眼，我走了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扉夜话，我是你们的情感聆听人阿毅，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贺队。 这位呢，是我们海丰国际电台的著名主持人钱开宇。我需要专业的声音来帮助人们解开内心的迷惑。电台节目？对。我不去。他这种人性格非常张扬，爱彰显自己。你们女心理师的职责都是这么的？钱开宇，我等你很久了，叫我家辉就行。 桃园三结义，这个钱可以终于突破你这堵墙了。对不起，我有点恶心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，还有想法。 它支配着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，如何看待自己。其实你没必要所有事情都做得正确的，生活不是咨询。我想帮助到更多的人，我陪着你，咱们一起面对它，解决它。 给你两个选择，让我成为你的心理咨询师，让我成为你的好朋友。只要你需要，我会一直都在。